今天一大早就不见了毛多的踪影，找了老半天没找到。这样吧，趁毛多不在，我把这堆胡萝卜运到城里去卖了，哈哈哈！动作要快，趁早能卖一个好价钱。咖啡豆，我在这儿，你不用找了。毛豆，幸好你出来了，不然我连人带胡萝卜一起卖了。咖啡豆，每次都让你挑大担子，很辛苦的。今天我们来换一下，我挑大担子，让我也辛苦一把。咖啡豆，但是我怎样才能挑着担子走路呢？你快点想想办法，让我满足一下挑重担的愿望吧。要满足你的愿望，同时又不能让你太受伤，这个还真的有点难了。